大家好，这是郁金香最后一个视频了。我是罗小妮，我发誓我现在说的一切都是真的，你们一定要相信我。有一个叫李宝宝的人，他闯到我家，他杀了我男朋友，现在又……那这个叫什么来着？郁金香，查查他到底是不是？我这就去查。哎。哎呀，这绝对是假的！大家好，我是罗小妮。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于事无补，可我真想告诉你们，我没有骗人，真的有一个叫李宝宝的人，他杀了我男朋友，他还把我绑起来。当然没事，他是我们这儿网络点击率排行榜的第一名。你看，20万的点击率，怎么可能？点击再高也没用，法律不允许。我是在演戏，这一切都是假的。这是真正的你吗？一个挑逗别人追来追去、勾引男人上床的你。救命！郁金香，我是郁金香，我求你帮我，全部都是真的，全部都是真的。有个变态要伤害我，他杀了我男朋友。